刚才我的那个左边腹部啊，突然狠狠的痛了一下子啊，我看到那个一个女人呐，很应该叫美女的，啊，她的脸就特征就比较胖，看来比较也不叫胖，是比较圆，然后就看到一个小船划出去的时候。小船划出去的时候，他划船的，划船的是贵妃住在靠岸边，船在这样，也就这个船是反着撑出来啊，反着撑的啊，也就是说那个船呢，应该来说是这样，正常情况这样，这样，但是这个人。送那个贵妃出去的船是反着的啊，反着的，为什么呢？万一发现，有官兵之类的啊，发现有官兵之类的话，查你是干什么的？他说我回来啊，我回来。所以呢，他那个船尾巴往前，船头船头对着岸。船尾巴往前，也就是手倒着走啊，船头对着岸，尾巴对着外啊，这样反着走的啊。如果碰到官兵的话，他灵机一动就说我正回家啊，我正回家，不是出海啊，不出海啊，高就告诉我了这么一个细节啊，刚才突然我这边痛了一下子啊，告诉我这么一个细节啊，哦，这个都正面的规划好的哦。连出去的时候，上了船以后，船走的方向是船头对着里边，对着岸，然后船反着走，这样啊，他撑着那个啊，就这样撑着走嘛，这样撑着走啊，万一那个官兵看到的话，他说，哎呀，我出海才回家啊，是往前面走，那么这官兵就不会怀疑他了啊，还有这么一个细节在啊，还有这么一个细节在啊，好。现在已经是2022年2月6号了啊，现在是0:23啊，昨天是我生日啊，2月5号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